Hello，我香江。今天我们这个雷欧娜小姐呢，要介绍大家这台火焰喷射的坦克车啊，是德国的哦。我们看一下画面哦。哇塞，二战用的吧？来来来，我们直接开上去了。我们看到它的炮管小小细细的哦，连实际测试一下，喷火！哇塞！哇，这个火好大啊，跪地求饶的，不要走！他居然开走了，哇，爆了！后面还有一台车啊，别说在等消防车还没来，滚！太扯一点了！哇哦，太强了吧！这烧僵尸应该很好用啊！哎呦，看一下第一人称，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来了！他喷水了吗？还是他会下来？他会喷水耶！消防员下来了。来火烧一下！哇，飞尊你跑走的，又回来了。他身上不是有防护装吗？怎么会烧到？老兄，这边草地烧起来了，这边也烧起来了，老兄，这里啊，这里。救护人员也来了，他疲于奔命啊，跑来跑去的。好像上面烧起来了，上面啊！救护车来，救护车来，小心啊！哇嚯，太惨了吧！这个这样开过去吗？我帮你焚烧一下。跑到上面去了，这里呀、啊，这里也烧了，这里也烧了，他很卖力耶，我来帮你，这里，去哪里啦？这里，跑走了，另外一台消防车来了。不烧吧你，烧！跑过去他居然没有事哎，火这样熄了。你是来帮忙的对了，来，来帮忙，这边烧起来，快点快，这里，整片都是火海啊，哇塞！跑来跑去，不止一个，三个人呢，四个人，五个人呢，一个小队啦，六个，来，这边到处都是，快点救火，快救火啊，车子也烧一下。旁边，烧！他们在跑的时候居然燃烧起来，对，我发现这个僵尸收割者这台火焰坦克车了。攻击力十足啊！
僵尸来了！哎，等，我发现这一堆僵尸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一堆僵尸走出来了，哇！整片，机枪没办法这样做。对，烧啊！我们调一下五颗星啊，直接对这个警察好了，直接烧起来哦！哇！跳车，跳车！好惨啊！直升机又烧不到了吧？燃烧吧！去哪里？都过来！烧！烧哦！丢狼哦！丢狼哦！撞我屁股啊！啊啊！翻车了哈！啊，不行啊！他被射到的时候，他的机头会换，就是他会一直抖动，应该是设定上的问题。你看啊，他被子弹打到的时候，他的那个炮管会晃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直接来这个沙滩的人行道，直接来烧这个会跑的人了。第一人生，满满的火焰，有没有？烧啊烧啊！不要再跑了，你跑不了的。找超疗愈的，有没有？尖叫四起啊！尖叫声！Put your hands up! Put your hands up! 我只是有推着走。火焰好强哎！哇，屋顶上面就是什么东西都爆了。哎呦，住了！好，抓住下来。别走啊，回来，回来！等等我呀！哎，什么时候这边多了这些粉红色的花啊？我怎么没看过啊？烧了起来吗？哎？居然不会燃烧哎！烧不起来。好，我们来实际来走访这里。哇！辣妹，这坦克车里面实在是太热了，我们来消暑一下好不好？直接开进水里面，看看会沉下去。咦，居然在水里面走啊！这是水下潜水艇吧？这个水竟然不会进去哎、欸，太屌了吧！
不要走，不要走。好好玩啊，这甩尾啊。卡住。啊，在水里面就不能喷火了。没有人哎，而且不能换机枪。我用冲撞的吧。坦克车卡住了。啊，算了，我们直接下来了。啊，真是的。啊，各位喜欢这个模组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并且多多帮我分享一下。下次再见。